永埔公堂伫北部盖个南平，对头讲十四年，北部开发以来，永埔系北部最大的家族，对新竹人的开发有当重要的地位。不过，永埔虽然是北部最大的家族，沙漠建立穷海公堂，一直到1922年，仍有姜水聪、姜振湘等人提倡起公堂，大家穷下出钱。强有名的师傅的戏，公堂养到1924年养了戏好。家苗地都的废材、石雕、老木雕做到非常的油。本人讲是台湾四大家之一，有当过的艺术家七，其中有是向玉坡的赖金发。喊的一点赞哦！向玉坡是客家废材有名的师傅，为到姜埔的公堂过海来推，为到家庙留下绝无仅的作品，也是留下全台湾唯一的作品。姜埔公堂做得讲是新竹人建筑的宝，也是客家师傅经典的作品，对客家文化的贡献。影响越深越强。